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你播报12月28号礼拜二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金牛座，在今天是开会顺利，提早下班，生活轻松。牡羊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贵人的帮助，生活非常的充实哦，珍惜当下。巨蟹座的朋友今天是心情愉快，人财两得，有人请你吃饭哦。两名星座今天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处女座的朋友心情比较孤单哦，容易寂寞。双鱼座的朋友更要小心爱上已婚的对象，小心是孽缘哦。那么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黑色数字3，土象星座请你用绿色数字9，风象星座请你用咖啡色数字7，水象星座请你用迷彩的颜色数字